全体一致共同推举韩国瑜同志及江启臣同志要代表本党来参选2月1日正式开议的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今天会提报常会，我相信各位常委也一定会全力的支持本党，除了与其这样的决心，所有同志都一致强调，我们非常立法院长副院长的选举一定是实实在在，一定是实实在在，一定是团结团结，一定是54位党团的成员，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这非常的重要。各位常委、各位同志、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午安。这个礼拜一，新国会新气象，我们正式提早在礼拜一来邀集全体新当选的立委同志举行正式的谈话会。在这个谈话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同志都秉持一个决心，要展现出国民党团结的气势，同时改革的决心，回应民意的做法。我们在当天经过充分讨论之后，全体一致共同推举韩国瑜同志及江启臣同志要代表本党来参选2月1日正式开议的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今天会提报常会，我相信各位常委也一定会全力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立法院选出来又资深又有实力，而且最重要是随时能够反映民意，能够团结所有力量的立法院的正副院长。韩国瑜同志是从第2届就担任立法委员，是当今立法院新当选的立法委员中最早进入立法院的，也是最资深的立法委员。那江启臣同志也是本党最优秀的前任主席，也是现任区域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我相信两位的整合配合一定能够非常完美，同时也能够展现出我们新国会新气象。国民党除了秉持这样的决心，所有同志都一致强调，我们这一场立法院长副院长的选举一定是清清白白，一定是实实在在，一定是团进团出，一定是54位党团的成员大家都能够团结一致，这非常的重要。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啊，一些绿媒、一些侧翼、一些网路、一些名嘴都在恶意的攻击，试图从中分化、挑拨、见缝插针、制造谣言，就是想破坏国民党的团结。因为所有这些绿营的媒体或者是这些侧翼都知道，当我们有一个团结的在野党，能够快速回应民意的在野党，会形成对民意的一个共同的力量，对执政当局形成最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当天在谈话会当中，同志们所有的当选的立委大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共同的决心。同时啊，我们看到我们韩国瑜院长以及我们立法院的党团昨天都已经分别非常清楚的表达国会改革所有的主张跟决心，同时我相信也很清楚的回应了包含民众党的朋友共同对国会改革的一些想法，都在昨天我们表达的5大改革方案当中非常清楚的展现出来。其实啊，这些国会改革方案很多都是民进党过去也多年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真的成为多数党之后，他们就完全抛诸脑后，不愿意实现。所以今天靠我们团结的在野党，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些所有的改革法案，共同团结所有的力量来代表民意。同时啊，我们昨天前天也非常清楚的大家说，我们不是只有2月1日选院长副院长，而是人民对我们的寄托，这个最大的国会政党，我们代表这么多的民意，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提出
所有民众关心的法案，尤其是改革的法案。所以除了团结就是改革。那我们可以看到，连续这三天，我们的立法院党团的新当选的立委同志已经正式提出来三大法案，而且还要接下来要不断要提出来。第一个是核子反应器设备管制法，也就是希望核电能够延役。我相信同为在野力量的所有朋友一定会全力以赴，让我们的核电延役，让民众安心，能够台湾有充足稳健干净的电。第二，我们看到由陈清威委员领衔的对人工生殖法的一些修法，要让很多的妇女有自主权，同时对于比较高龄的我们能够冻卵，以及对于他人工生殖的保障，我相信在野阵营一定会全力的来推动。同时我们也针对不在籍投票法，今天也提出来国民党明确的主张，也呼吁朝野政党重视人民真正的民权，不要像民进党过去的嘴巴讲一套实际做一套，对于不在籍投票不断的杯葛抵制。现在我们在野的力量能够团结在一起，就让真正能够展现民意的不在籍投票法能够通过。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改革的新的一些法案，每一天都会推出来。同时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件事，除了团结改革，第三，我们必须跟所有的民众站在一起。最近大家看到台中决议终结案，什么叫台中决议案？我相信卢秀燕市长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从2021年三年前呢送到中央来，而交通部在去年四月就已经核定了，请行政院核定一下，就放在行政院，卡在行政院，直到选后，民进党现在说蔡其昌副院长有来关心这个案子，上个礼拜，所以有可能会通过，没有关系，我现在已经在每一个地方都讲过，台中有事，我们54位立委就是你最大的后盾，不是只有台中选出来的区域立委，是我们54位党团立委，我们也希望所有在野的立委，所有的真正跟民意接轨的立委，都能够同样的做台中的后盾。那我们让台中民众关心的这些建设，能够在我们大家努力之下，能够一一实现。台中如此，彰化如此，云林如此，南投如此，苗栗如此，我们每一个地方执政县市，我们15位县市长团结在一起，我们54位立法委员党团，就是所有我们执政县市长最大的后盾。我们秉持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共同让我们的民意能够展现。所以未来的国会，我们应该是一个团结的国民党，一个改革的国民党，一个永远跟民意站在一起的国民党。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谢谢大家，谢谢。